切到开关，这个是温度调节，加热板的温度调节。把线往这样子这个方向，铣模先塞在这里，把手指先塞进去，塞进去以后把这个保鲜膜放在这里，这个两个一按，盖子就打开了，保鲜膜拉出来。再把这个关掉。把这物品放在这里，切到这就可以了，烫一下。加温加一下。